近日新的男团 Boy Next Door 的保镖为了阻止粉丝靠近，将粉丝大力推飞的影片引起韩网挞伐，后续所属经纪公司也对保镖过当的行为道歉，并表示会尽全力避免此事再发生。网络上就有网友找出，韩星 IU 过去也碰到类似情况，但他提醒保镖不要推粉丝，引起韩网热烈称赞。IU 的贴心提醒让保镖瞬间缓和下来。去年 IU 也在出机场时被大批粉丝及媒体包围，场面相当混乱。保镖也出于保护 IU， 伸手阻挡粉丝靠近，而 IU 也叮咛。一向宠粉的他也维持每次出国必买当地零食送给接机尤瑞娜的习惯。超宠粉的 IU 暖哭一票尤瑞娜，也让大批网友纷纷称赞 IU， 他能成为顶流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这才是爱粉丝的真正表现啊。